真的觉得真的来以后整个元气大增的，是我吗？越玩越嗨，我是嗨咖的，我嗨咖，反正然后一定要找你来。OK。那下一首歌是来自那个罗宾汉，在那个九零年代，大家知道罗宾汉有谁演过吗？很多人对不对？罗宾汉。啊，那个以前大家看过的是罗那种罗素克洛，就是演那个《神鬼战争》，但是在九零年代还有一个人叫做凯文科斯纳，在他头发很多的时候曾经演过。头发很多的时候是OK。就是杨过的那个好，那不过重点是大家可能忘掉他演这个电影，但是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叫做《Everything I Do》。好，那送这首歌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歌好听的。Everything I Do。好，欢迎播音。好，欢迎过去。拜托了。